天晚上2016 YY 年度盛典最后一个大奖人气奖的得主是天佑。有请我们的天佑。有请天佑。小舞步给他扭起来。天佑拿到了153770票。我占个大便宜，最后这个奖我来给天佑颁发了。天佑，爱你哦。感谢一下毕成哥，在刚刚我领奖的时候，其实我知道今天晚上有这个评赛，我心里已经很有谱了，因为我身后站着的人叫佑家军。刚刚在我发表言论的时候，我少说了一个人，就是因为这个人的人名要在这儿独一无二的奖杯说出来，就是我的好哥们儿，也是一个好哥哥，他的名字叫三金。感谢你一路的陪伴和一路的支持，感谢佑家军赐予我天佑这么大的光环，2017与你共勉。谢谢，再次恭喜天佑。